11月22号星期日12点到6点，万锦市狼豪坊，2015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，华姿艳逸，芳踪处处，图片展，候选佳丽官方造型照片，精彩活动花絮及华姿丽影摄影比赛入围作品，最后一次公开展出，还有游戏、抽奖、投票活动以及礼物送给大家，请不要错过。11月22号，2015多伦多华裔小姐，华姿艳逸，芳踪处处，图片展，场地提供狼豪坊，奖品赞助 Sponge Towels 厨房纸巾、 Scotties 面巾纸、 Cashmere 卫生纸、先锋旅游。